崔永一连发八张图预告冯小刚再列，还称年底会有大动作。崔永一连发八张图预告冯小刚再列，还称年底会有大动作。崔永一连作为央视的前主持人，口才自然聊的。他做事情非常的直接，不会拐弯抹角。在最近娱乐圈片酬整改的事情中，本来这么多年以来娱乐圈的片酬似乎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，然而就是崔永一连第一个站出来打破这个传统规律，但是他这样做无意与众人树敌，不过他并不在乎，反而越战越勇，让这场火越烧越旺，蔓延的越来越远。不得不说，范最近确实不知所踪，按照娱乐圈的曝光率来说，范消失了几个月的确有点反常。而且网上这么多流言蜚语遍布，范似乎也没有想要回应的意思，而冯小刚也是很久都没有出现在大众面前，据知情人透露，范失踪，冯小刚是最着急的一个。崔永一连发八张图预告冯小刚再列，还称年底会有大动作。对此大家怎么看呢？